话题，尤其是那些违背文化礼仪和价值观的一些敏感话题。除了法米，今天下午雪州总警长在受访时也提到，虽然警方目前还没有接获相关的通报，还不会对这一起引起争议的音乐会展开正式的调查，但是警方会先砍掉音乐会的警察，然后厘清更多的细节。对于网上谣传，警方的警察在演出会场报名之后的30分钟内因为单出境的说法，雪州总警长还澄清，警方并不知道是哪个单位下的指令和决定，他们也没有多交代这名警察现在到底人在哪里。发生在佛教仪的旅游区，不过在真浪的旅游区。